也是推行一个选民登记的一个运动嘛。那么这个运动的之所以会有这个运动啊，主要是因为前阵子这个 SPR 就是选举委员会曾经宣布说，在马来西亚还有整500万的年轻人，500万的选民，就是合格选民没有进行登记。那么这个东西对于整个未来的选举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才跟这个动力青年联办的这样一个 campaign 呢。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已经有400人注册成为新的选民，当然跟我们的那个目标，我们原本目标是1万人，跟我们的目标还差得非常远。但是我希望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开始。我在这边也借此呼吁说，选举委员会可以检讨目前的这个选民登记的这个程序，就是说以后假如任何21岁的这个选民，假如他能够在投票中心出示他本身的 IC 或本身的这个身份证，证明他21岁，那么就应该允许他投票。在这样一种情形底下，就会避免说因为没有登记而丧失这个投票权的这个问题。我们还希望说未来这个选举是一个比较公正、比较清洁的这个青年这个选举。Kita bukan sekadar nak menjadi orang muda menjadi pendaftar, sebab pendaftar anda hanya perlu berdaftar sekali saja sepanjang umur anda. Tapi yang lebih penting kita adalah kesedaran politik yang kita nak pupukkan di kalangan anak muda. Dan inilah mengapa parti-parti politik dan juga civil society kita sama-sama berganti bahu untuk menggerakkan, untuk sama-sama kita mengupukkan kesedaran politik ini. Thank you.
望之光，只要从你的心里我看见那了无限的温暖，只有你真诚处理把一丝血流入我的心坎，只有你献身身家的心愿我将毕生难忘。We work for democracy.